云走过了以后就全部是山，那你要等它云走了，那等了什么时候了？那走了又有新的云过来的，站在那个石头上面去，最高了。 好，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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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
that
Then,
这是地暖，不是空调。 对面也有吃饭的地方，不一定在，一定在这里。饿死了。他吃饭好像一定要去那些什么大饭店吃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那天那个也太饱了，然后这边大。那是实在没办法。没办法，只是后面有，他怕没有。 其实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话，可能也就吃个面什么的就搞定。这个是从哪边打过去哪边？好像这里打过去那边，看那个样子是。 接着二两位，我这够了。哎，把手往这里搬来。哎，是用。这个是有标志性的呀。配合起来用吗？它是限流的，所以的。 哎，你那个，这个新装还更断了。这有房子，这个烟子，这个还多。我现在。
那排队，因为它是限流的，因为桥上你不可能一下子那么多人嘛，危险啊！我现在是现在也是归来，现在归来的啦。现在是归来的。你排干？ 往前走，不敢走的往回走，不要勉强自己。 不能走的往回走，不要勉强自己。谁呀？他肯定有个人不动。那往回走吧，让我们先走。啊，不行，太吓人了。 这多怕！在掉，这多危险！人家以前只有这个铁链。你小心手机啊！不要录了，我在录。 你不要录了，请你不往下看也就没事了，向前看，不要往下看。
你也别拍了，我抬走都拍过了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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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全排成一列啊，排成一列走一列啊，排成一列啊。那我们排成一列。慢慢的往前走。这还可以过来一个人。是我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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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之前，请您注视前方，停放脚步，走两块木板，也请在桥上踏脚走，起步走，踏步走，起步以摇晃桥，谢谢您的配合。走中间，请您注视前方，停放脚步，走两块木板，也请在桥上踏脚走，起步走，踏步走，起步以摇晃桥，谢谢您的配合。别个人注意。哎，你不要扶我，你不要看。别讲了，笑死了！我也能忍着呢。你这么忙的天呢？我要发个音响号的，那只装进了，就见到马老师了。不给你摆了，就再搬再让开。哎，你这，我们拿走你这个。我有，你不行啊！我收你钱啦，你又得。我有点摔了。哎，拜拜。没得事。我有点摔。不要往下看，往前看。他们前面几个走太慢。我去拿了。快点！快点！走，坐好。我好累呀！啊，这好累，那个好累，太。不是那辆车吧？是。我要曝光他。
往这里上啊。光明顶啊，去。去光明顶还是去那个？哎呀，光明顶就什么都看得到哈。嗯。路好高啊，慢慢爬。慢慢爬嘛，对。几点钟吃饭？不知道。你问一下。问什么？问餐厅。看着脚下，我都不看的。龙虾买一口新的，原来是买一斤嘛，现在吃了才一口嘛，上次新上的一口。还这么会搞的这种泡沫，但是什么嘞？就是你看，一打那个链接的图片来嘛，就是打那个图片来。但是你想不打下来。那个电视，对，在那啥呢？这不是这个餐厅啊，会不会在云顶的餐厅呢？肯定是的。嗯。要搬到那儿，其实我们应该坐车出去。走吧，走吧，你走这儿了。啊！连藏族人都不行，那天拉了那个小马的那个女的。对。走一走，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。那女的懒，其实藏族人也很多很懒的。那确实走不动，我看着喘的嘞。然后就叫我自己走。嗯。啊，看得到一点云海。其实。明天早上要看日照金山，得去那个帐篷酒店那边。不是。是。哦，对。两个老汤。嗯。我不用，我不用。啊、哦，这窗是个镜子，看，看，嗯，咋了？哎，那个瀑布云海是不是这样子走？对，其实现在它也在走，只不过没那么厉害。
其实现在也是人很。对。真是有滑板就好了。哎呦，呵呵，有滑板，他应该搞个那种马驹电梯，手扶电梯。不怕，做不到。你能把字写好看点吗？啊，我也来拍个照。你等等我。老头，我打的。哎呀，你照那边有什么看？这边开阔，那片一片坡。老头，哎呀，不用，不用这样子，我来扶你，老太婆，不要又差点一个狗。那个狗啃这个两次了今天。怎么这么高？就穿啊，不用，真的。是牛屎，应该带罐养出来。对。
哎呦，不行了。我想，累死了。休息一下。400多米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那写的呀。他爬200米啊？不会吧？爬了600米了。刚反了，刚反了。慢慢慢慢，他就适应了。行了。刚才听那个女的怎么说？她也不知道有没有我有没有我们的份。她说她5点到8点。就唐国时间。不是，就他们正式晚餐的时间。我们早点吃，吃完8点跟弟弟视频一下，然后睡觉，睡着嘛。受罪，是不是很高兴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又往下坡，娘了个腿，一会儿又要上坡。搞错了。我们的体力，我们的腿，哎，我以为就直接这样爬上顶上去。你小心啊。
你搬着我的肩膀。不用。腰带。不用。我拉着手在，拉着手在，老头扶老太，就是余生漫漫，就靠你了。我们俩彼此，也主要是靠对方，对吧？对。你就很笃定。老头虽然笨一点、蠢一点、脾气大一点，人家咱们头厉害。哎呀，这么多缺点吗？这不是老太瞎呀，对不对？而且老太也蠢。又乖。哎呀，又丑又乖呢。乖。啊。台阶也不好好搞，搞的啥呀？哎呀，哎呀，我天，我天，走边上，成功在望。嗯，感觉心在跳，猛跳，猛跳。喘喘喘喘，月亮像个月亮。怎么会有月亮？那是个观景台吧？对。那是人家的，帐篷酒店。应该不是酒店这么小的那种。是酒店来的。那走上去吧。牛粪，好多。散发着牛粪的清香。一脚转就翻下去了。我这就这才是拍那个什么，那种云海，就是说瀑布云海。走吧，走，再往下走，再往下走，放走吧，到3米。哎呦，还有蚊子，是吗？高原的。
就有酒店在这边差不多啊。那里不是有人上？是那个车子上去的地方，这里拦住了，还没搞好，要从那个公路走上去，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。那里是拍照点。嗯。要去吗？去。直接去最高嘛。哦。看一看就走了。怎么从下面爬上来的？我们刚才应该是可以的。我们老实顺着路径，好，用车往边上走。嗯，拆咋拆啊！我的天，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他，他这张够帅，他真的帅的不行。我的妈！我说你这个是 AI 换脸，这花脸的嘛？这啥玩意儿？打个龙哦！完全修改不了。十多岁是吧？肯定有狗屁啊！真的呀，就是长齐了呀！哦，觉得干得这样，我打得多了算了，看着眼熟是吧？能看着就眼熟，一下子。十二眼熟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熟。我说句，算了，不要。这也是一两分钟。
这一两个连马上爬了，那两百米都走过去了。看到哪边是雪山？南边哪边是雪山？看不到这边。你爬山就看到了，我们爬山都看到了。那边吗？拱高山看不了，现在被云挡住了。那雪山在那边。嗯。可以照一下深谷，深不见底。哇，这里也漂亮。小心手机啊。
你拍了张片没？我要给你拍一个。我帮你拍。Thank you.
没事，等会下车再剪吧。哎，过，那剪不了了，谢谢。我不想老过这些年呢。哇，是说吗？好嘞，那个你们个那个吗？那个海星是好嘞，好嘞，那个老那个啊。哦，行吧，那就下回再。对，然后我现在这都是交给他们两个，然后我喊他给你回。哦，这个我们只能是。他是负责海信，他不行，你要去。你给他打电话吗？哎，我现在在为外头装保险箱护着，然后我又没带电了。Thank you.